为五月二日正式展开的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热身，主办单位在马公市中正路举行了海贼王快闪活动，晚上九点在观亭园区举行了释放场次，释放十分钟的专场烟火秀。县政府旅游处也表示，昨日傍晚五点举行的市区快闪活动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围观互动，当晚也邀请了12位便装的鲁夫来到活动现场与民众拍照合影，串起了整场活动的最高潮。我觉得鲁夫很炫啊，对啊，然后因为刚好澎湖结合花火节航海王，所以我就买了一套那个鲁夫装来参加活动。对，这样这样，谢谢。对。啊，今天又刚好有快闪活动，所以赶快趁下班之后洗完澡赶快过来。晚上的八点，在观亭园区邀请了本县青少年交响乐团演出《航海王》主题乐曲。晚上的九点进行了十分钟专场的烟火秀。还有五月一号开始，未来的三个月，我们将为澎湖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到澎湖来。我用心，不期待 ，OK 哦，让世界看到，台湾看到澎湖的热情。台中，那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烟火？没有，很棒，很棒，看的感觉怎么样？非常棒。有没有比国庆烟火好看？有，很浪漫。怎么说啊？就是很震撼，很震撼。台中，你们有看过这样子的花火吗？没有想到这么近，这么近啊！看的感觉漂不漂亮？漂亮，很值得看吗？对，很值得看。你有没有觉得比国庆烟火好看啊？我觉得是距离不一样，因为在国庆烟火会放远一点，是因为这边特别靠海，然后今天气候好，所以觉得那个烟火看起来更震撼。开幕会不会想再来看？可以的话会想来。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5月2日正式开幕，一直到7月30号闭幕，总计规划28场次的烟火活动，释放场次为10分钟的专场烟火秀。观亭主场为航海王主题无人机秀，离岛场则演出澎湖主题无人机秀。今年与航海王动画25周年合作，将带给游客不同凡响的惊喜。记者陈荣玉报道。